花莲县政府113年度全县寺庙参拜祈福，县长徐正伟2号在副县长严新章还有县府各局处长陪同之下，前往了新城、花莲市、吉安乡各个寺庙参拜祈福，祈求上苍护佑天下，苍生丰衣足食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县长徐正伟2号率领副县长严新章及县府各局处首长前往新城乡、花莲市、吉安乡等公庙参拜祈福消灾，预祭敬献清香、鲜花、素果、绵薄等等，祈求上苍庇佑花莲灾后尽速复原，县境安静无灾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县长徐正伟关心乡亲灾后的需求，未来也会积极争取中央挹注重建家园。花莲政府团队参拜行程包括新城乡正安宫、吉安宫、慈仁宫、武安宫、嘉里村保安宫、花莲市五脊慈林慈云堂、慈惠石壁部堂、延平王庙、地藏禅寺、圣天宫、护国宫、福天宫，而下午则是前往吉安乡五谷宫、清风城隍庙、慈云宫、金财神庙、北天宫、圣南宫、一民堂共计19间宫庙进行参拜。记者中文华社报道。